个星期劲歌金榜第十位新上榜，十秒限时文海婷。第九位新上榜陪你 JW 黄浩仪。第八位00000李靖君 Gladys。第七位周末很忙应志月。第六位仍会等郑欣宜。第五位 Me and the Moon 冯允谦。第四位盲婚哑嫁陈奕迅。季军歌他不是你连诗雅。亚军歌还有事情可庆祝杨千嬅。冠军歌 Dum Dum Jenny 李恒毅。欢迎收睇今集嘅劲歌金曲。今日请嚟一位久未露面嘅嘉宾，为我哋唱出佢嘅歌曲，有谷亚薇嘅《再也不见》。等到雨停了，关于你留给我的回忆，怕希望有你身影，却看不见，看不见。而你早已经走得更远，一心为你留伴，却都是阻碍。为什么突然它断了线？看不到你的脸，怎么也看不见你伤心的表现，无法再回到最初那天，就是那个下雨天，你已经走到我的前面，好像在梦里遇见。没有你的房间，冰冷气扑灭，人来泪满面，看着模模糊糊的视线，想起忘了的誓言，我的世界已经在转变，爱也在消失不见，再也想再见一面，想起美好的回忆，还心心念念，却不自觉我还在原点，思思念念，夜夜念，不知想了听了多少遍，爱也在消失不见，再也不见。欢迎晒谷亚薇。Hello， 好耐唔见啊！好耐冇见啊！你啊呢段时间翻咗去内地做嘢喎。系啊。忙咩啊？翻咗去。翻咗做咗好多嘢啦，拍咗旅游节目啦，美食节目啦，做咗演唱会啦，又上咗一啲电视台嘅音乐节目啦。总之做咗好多自己好开心嘅事咯，系。我其实走咗有冇年纪啊？
差不多就嚟一年啦。嗯，翻嚟呢度好開心，有一種好熟悉嘅感覺，翻到屋企嘅感覺。所以咁耐冇見咧，今次上台打兩首歌，咁頭先啱啱唱一首叫《再也不見》，呢首歌係你自己負責作曲同埋作詞嘅喎。係啦，呢一首歌咧係同監製劉月星先生啦，我哋一起去作曲啦。然後當其時，嗰套劇嘅監製啦，佢就話想要普通話嘅歌詞，然後就問我可唔可以寫翻，然後我就攞咗個天書睇咗嗰條感情線啦，我就寫咗呢一鋪詞出嚟咯。嗯，哇！你真係睇曬佢故事講緊啲乜嘢，然之後先寫一首歌啊？係啊，睇咗啲故事，咁然後就要貼套劇嘅，咁就講男女主角嗰種情情塔塔啊，咁愛啊，又即係離不開啊，然後嗰種感覺其實係好慘嘅，所以。我都係有啲抽象嘅感覺咯，風啊、雨啊、停啊嗰種。係，竟然唔開心就係風啊雨啊咁樣。咁啊，你作曲嗰個步驟係你係有咗曲先啦，定係曲詞同樣誕生嘅？啊，係有曲先嘅。嗯。係啦，有曲之後再跟嗰個天書嚟寫詞嘅。OK。咁啊，頭先講咗啦，你今次翻咗去內地工作，有好多唔同嘅類型嘅。我知道你開緊個巡迴式演唱會，開咗一集就翻咗嚟啦，仲有幾多集啊？係啊，仲有好多站未完成。好多站。係，我希望可以開幾十集啊，咁樣。係，仲有邊幾站未開啊？之前我哋 plan 嘅就深圳啦，中山啦，然後仲有東莞啦，然後仲有珠海，係啦。總之仲要好似係咪好滿啊？係啊係啊係啊！個盤滿係咪又撥滿啊？而家我希望係啦。咁啊，祝你新年揾多啲錢，開多啲唔同嘅音樂會，唱多好歌俾我哋聽啦。今日上到嚟唱咗一首唔得嘅，唱多一首好嘛？好啊，交俾你。一嚟一愛送俾大家。在西尼，栽种这土地，突然狂风吹，化成绝地，伴随着你云望是非，得到这滋味，为何被迷幻花光欢喜？离别你看天地。一切留下在这地，忘掉你转身后，别提起。纪念你再躲避，回头未可写下你。逐尘埃，无非是怕别离。在车地，不爱也不记，别无用担忧，也无预备。伴随着你云望是非，得到这滋味，为何被迷幻花光欢喜？离别。忘掉你转身后，别提起。纪念你再躲避，回头未可写下你。逐层爱，无非是怕别离。看不惯，藏不用，怕准备。好。
好，唔該曬高亞薇。多謝。好耐冇聽你唱廣東歌啦！你呢首歌我聽到係錄音嘅時候都好似排除萬難嘅喎。係啊，真係排除萬難，因為咧呢首歌嘅時候啦，我哋個監製劉月星啦，佢就諗住喺錄音嗰陣時候，就係呢一日啦，佢就話要改個 verse 同埋編曲同埋歌詞，全部改曬。係啦，全部改曬。然後咧，我自己狀態又唔係太好啦，就比較即係發聲唔得啦。咁咧，我哋就係一日之內咧就搞定所有嘢。真係好 crazy 嘅，你扁桃腺發炎啊嘛，咁到最後都係成功錄得曬嘅，冇錯。靠嘅係咩呢？靠意志力，係你嘅精神力量，冇錯。仲有一個半鐘錄曬㗎啦，係嘛？我哋唔單止要你嘅意志力，希望你多啲精神，就多啲精神翻嚟香港咧， okay. 唱多啲好歌俾我聽，好嘛？多謝。好，今日時間差唔多，多謝你上嚟勁歌金曲，下個星期再見，拜拜。